于韩市长。谢谢各位龙潭、林镇所有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吕玉玲委员龙潭竞选总部成立，也有很多凭证的乡亲到，更难得可贵的，我们刚刚出炉热腾腾的面包，全台湾县市长民调第一名的台中市的卢秀燕市长也到场，大家掌声鼓励好不好？好。另外我们前国民党的主席洪秀柱委员，还有我们桃园市的大家长张善政市长，还有这么多桃园地区的议员、里长代表，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一一称呼。在这里，非常高兴跟我们龙潭民政乡亲来一起来介绍最优质的立法委员吕玉玲。但是呢，介绍之前，过去一般来讲，一些场合我都是跟侯友宜市长、卢秀燕市长合体，号称秃子、燕子、汉子。但是今天变了，侯友宜市长不在现场，今天换了张善政市长。据说全台湾英文最好的100的人里面，我们张善政市长是其中之一。我这个大师兄啊，他干过科技部部长，干过行政院院长，有国际观又有科技观，本身又是台湾大学土木，他是综合性的优质人才，外语又非常非常的流畅。所以今天我们侯友宜市长不在，汉子不在，换了另外三子在场为吕玉玲委员加油。燕子、秃子跟君子，大家怕不怕结果？吕玉玲委员啊，真的不简单，女性从政啊特别辛苦。想想看，吕玉玲委员这十年投入立法委员，她要照顾家庭，照顾老公孩子，要到立法院开会，要服务地区选民，这是一个全方位，真的，这个是个哈达西摩耶客家女性的典型代表，她要顾及到多少方方面面的工作。我们到餐厅吃饭，叫红烧肉、东坡肉，到蹄膀还要配青州小菜。立法院也是一样，立法院里面有问政型的，优质问政型。也有像我们这样子将来政党代表，也有服务地方型的，也有原住民的。立法院就像一个大餐厅，各种菜色都有，各种立法委员都有。但是龙潭凭证选出来立法委员吕玉玲委员，他是属于问政优秀又勤劳服务地方，这种人才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随便举一个例子，他是十年立法委员，光法律修正案亲身参与就高达320条，地方的服务随便信手拈来，光我们凭证的国民运动中心向中央争取2亿，向地方争取2亿，4亿就投入了整个凭证国民运动中心，让地方的乡亲有运动的机会。再来，桃园陆军总医院的改建，吕玉玲大力争取，把桃园陆军总医院，把三军总医院改造为重症患者可以治疗。像这样子吕玉玲投入的地方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各位乡亲，凡是接触吕玉玲委员以及陈议员都知道，这个家是全心投入地方建设、地方的服务。很多台北都会人过了淡水河，他都搞不清楚地方人怎么经营地方。吕玉玲全家是全年无休啊，如果他全家当老师啊，他们有寒暑假，他当一般上班族啊，他有周休二日。他跟他的公子陈议员是全心全意投入，没有休息。所以我这一次要拜托龙潭凭证的乡亲，一位优质的立法委员非常不好找，既能够在立法院大声问政，又能争取建设回馈乡里，又能够服务乡亲，让乡亲感觉吕玉玲跟我们是一家人。这一次最艰困的选举的时候，要拜托乡亲
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我们自己的客家女儿，自己龙潭坪的女儿吕玲，好不好？好。另外总统大选也要拜托大家，中华民国2024年到了最危险一刻，海峡两岸兵凶战危，另外民进党的贪污腐败已经到了民进党自己都看不下去。看看我们桃园许国泰，他的哥哥许信良，在我们桃园过去40年前是多么厉害、多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们创建了民进党。许国泰在各地怎么讲民进党？贪污腐败，无法无天。亲爱的龙潭坪镇乡亲，民进党的大佬都受不了了，所以这次我们要选出和平的总统侯友宜，我们要选出清廉的总统侯友宜，好不好？好。最重要的一场选举，我们要选出我们最棒的自己的立法委吕玉玲，让侯友宜、吕玉玲国民党立法院全力打，好不好？好。吕玉玲当选，侯友宜当选，吕玉玲当选，侯友宜当选。拜托各位龙潭坪的乡亲，拜托大家，因为时间关系，后面有更精彩的助讲员会一一来介绍吕玉玲。在这里，我赶到另外的地方，祝福所有龙潭坪镇的乡亲，大家平安幸福，让我们一起迎接2024年大胜利。拜托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韩市长，也请韩市长留步为我们致。好，韩市长送上好彩头，玉玲立委胜选在桃头，李玉玲当选，玉玲当选，李玉玲当选，玉玲玉玲玉玲当选当选当选。再次的谢谢我们韩国瑜韩市长。